雪。请看系列法师的题目。题目总共有十个字。中风系列法师三十全集。我用的这个本子是华藏图书馆的本子，民国79年10月印的这个本子那么这个页数我都是用的这个。这个本子，有些本子跟这个页数不相同，不过大概呢都能找得到就是了。中风是元朝明本禅师的法号。前面已经跟诸位介绍过了这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大德。有修有正，有德有学，我们在传记里面看到他老人家一生的事迹，确实令人感到五体投地。这一位宗门的大德，编著这一本系列法师，意义非常之深的。告诉我们，佛法到最后一招还是要求生净土，这里面他的开示讲的非常清楚净土法门的殊胜由此可见。那么又何况华严这是中国历代的高僧大德公认的是佛门第一经圆满法轮，幕后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道归结录，宗门最后求往生，诸位只要看禅门日诵
就明白了。这一种修行方法显示出最高的智慧，这一本《系念法师三十全集》名扬两利，如果把它当作金灿佛事来做，有口无心的，那就错了。我们应当把它当作扩诵来做。细腻罗什大师翻佛说阿弥陀经，他是用意义的，所以经文里面有一心不乱，心不颠倒。过去我也曾经听到人说过，一心不乱，我们凡夫做不到啊。因此，对这个法门生起了疑惑。不敢承担但是弥陀经还有玄奘大师的一本，玄奘大师是直译依照梵文呢直译下来。那梵文里面有十方佛，这个罗什大师只有六方。那么晓得罗什大师省略，一心不乱呢？玄奘大师的本子里头是一心系念。如果说一心系念呢？这个凡夫能做到啊，一心不乱，这水平太高了。那么我们要问罗什大师有没有把意思翻错呢？给主说没有，凡是往生的人一定要念到一心系念。临命终时，弥陀来接引你，接引你的时候，一定先放光阿弥陀佛放光佛光助照佛光一照你的功夫就升等了。从一心系念呢，就到一心不乱了。所以罗什大师也没有犯错。大师确确实实把这桩事情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念。
这个中国这个文字是属于会意。你看，上面是经啊，下面是心啊，这个意思，现在心里头有佛啊，心里头要有啊，这个才叫念呐、啊，不是过去有啊，不是未来有啊，今啊，现在有啊。这个才叫念。啊，细念的，那是念念不舍。三十。法师里面有第一识、第二识、第三识，在古时候的印度，把一昼夜分作昼三识、夜三识，那么由此可知啊。这个意思要是隐身呢，昼夜不懈啊，法是方法，四专求往生净土。啊，那么现在一般呢，来修这个法事，用的是狭义的三识。啊，那么在中国，中国是把昼夜分为12个时辰。啊，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啊，分为12个时辰。一时啊，就是现在的2小时。如果是帮助别人，如同本字里面所讲的亡灵，广狭两种都可以做啊，完全看时节因缘了啊，法中风过失为我们制定的这个法本，依照这个法本来修求往生的法事啊，求往生这桩事情啊。那么这个本子三十是完整的，称之为全集啊。注意看这个集，集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会集本呐、啊。这个法事是中风过失汇集的，
你看里面这个内容有赞颂有相赞，有赞佛偈所以他有赞佛，他有诵经，有弥陀经，他有念咒，有往生咒，他有礼拜，他有忏悔，他有回向。修法很圆满跟天亲菩萨往生论里面意趣相同，往生论天亲菩萨是无念法门，他这个地方也是无念法门。这个净土修行呢，是好方法。这里面有开示。这个本子我们提倡有好几年了，大家都非常熟悉，仪规的部分我们完全省略，这个三十里面有重复的，重复的我们讲一遍就够了，这样可以节省时间。第一段，这是相赞，大师在此地为我们集结的是戒定真相用这个赞。他为什么不用炉香赞？炉香赞是最普遍的为什么用戒定真相？大师一生教人注重德行他老人家住世距离我们现在700多年了，700多年前他就深深感到世风日下了，佛门弟子他是指出家弟子，真修的人已经少了我们今天早晨在他这个简短介绍里面诸位听到了，所以参禅不得离他讲的参禅为什么不离呢？为什么不如古人呢？有原因的，你要把原因找到
所以在心赞这相赞里面，我们想到他用界定真相不是随便取的，他有很深的意思啊。忏悔法贯穿全部佛法的修行，无论是宗门教下大乘小乘贤教密教，哪一个行门不是忏悔法呢？忏悔要有诚意，要有行动啊，不是口说说，口说说没有用处啊。那到底要怎么忏悔法呢？依教奉行。你能把佛菩萨教导我们的认真努力都做到了，这真忏悔呀！我们常常在说，同学们大家在一起勉励，务必要把自己的妄想习气分别执着放下，彻底放下，不能有丝毫夹杂。一心一意求生净土，这是生死四大了。无量劫来，我们在六道轮回，这个问题不能解决，自己要觉悟，要明了。好不容易，真是佛门里头常说，百千万劫难遭遇，这一生能够遇到佛法。遇到佛法就是遇到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呀，了生死出三界。机会遇到了，不能轻易放过，一定要抓得紧紧。在这一生当中一定要成就，不要再搞轮回了。随顺烦恼习气就是搞轮回，还依旧搞六道轮回，这是过失看到非常感叹呐！这是修行功夫不得力的重要因素。他老人家在一生教学当中，常常提醒。生死四大，要把这一桩事情当作我们这一生当中第一桩大事来办，我们才有救啊！所以一开头选界定真相。
你看这个名字，什么叫真相呢？戒跟定是真相。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就在我们这个年代，早年不远呢，半个世纪以前的事情，我们没有见到。但是有许多人见到，我们听他亲自给我们讲，虚云老和尚修戒修定真修老和尚一年洗一次澡，一年剃一次头。所以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照片，他的头发都很长。你看他头发短的剃的，那是一年刚刚一年剃一次。一年洗一次澡。他的衣领油垢很厚都黑了，但是真香。一点都不难闻。这戒定真香身上放香气。另外还有一位，金山活佛。民国二十几年，他都在很可惜那个时候我们年岁太小不知道金山活佛一生都不洗澡。身上就穿那么一件衣服。衣服从来没洗过，一生也没洗过衣服，也没洗过澡。身上有香气。这是戒定真香那么我们燃起这一炷香，就要想到戒，就要想到定。香是表法的，佛弟子，无论是在家出家，供佛嘛，一定要燃香，要点灯，要供水，这个是供养佛菩萨的这个供具里头最简单的三种，其他的省略没关系。这个几乎是不能省的香表什么呢？香就是表戒定，看到香，闻到香，就要想到戒定了。诸佛菩萨修戒修定成就的今天他也是这样教导我们灯代表智慧光明
代表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呐。智慧不是自受用的，他受用的。智慧从哪里来的呢？智慧从戒定来的，因戒生定，因定开慧呀。水是表心性，所有一切工具啊，没有都不要紧，因为现在一般人的生活进入了工业时代，居住的房子，特别是都市，多半居住在公寓，一栋大楼，几十户人家，大的有几百户人家，房子的建筑啊，越来越矮了。为什么呢？为了节约能源。冬天有暖气，夏天有冷气，所以房子比较低呀，房间也比较小啊，为了节约能源。这么矮的房子，我们这个手举起来啊，这个就到天花板了。所以家庭里面要是供佛呢，大概都供这个小尊的佛像。当然不适合烧香，烧香啊，油灯蜡烛都不适合。为什么？它有油烟。这个油烟呢，就染污，你房间太小。不像寺院呢，这个殿堂很大了。空气流通房子高那个没有问题。所以现在在公寓房子里头不太合适公寓房子呢最好就是供水水非常重要，水代表清净平等，我们的心像水一样干净，像水一样平等，表这个意思在一切时一切处都要保持清净平等住心，只要清净平等，自然就有智慧嘛，这就是智慧嘛。供具它是表法的，水不是给佛菩萨喝的，要懂这个意思，那么供这个供杯呀，最好是用透明的，表法的意思就非常明显，杯子外面看到杯子里面的水，干净，不能供茶，茶有颜色，就不干净了。要供水所以懂得表法的意思常常看到这杯水就想到了，我的心要清净要平等。那么从供水里面要把表法的意思引申开，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看到水，
你口渴的时候喝一杯水，见到水就想到清净平等觉。佛法教学用这些方法，时时刻刻提醒我们，既庄严又美观，里面的意思非常丰富啊。戒定真相这是在燃香的时候，分歧冲天上，这个香燃起来，香烟是往上升的，冲天上呢，这是祈求感应的，诸佛菩萨天神都在我们上面呢，下面有没有呢？有，下面下方世界所以这个地方，这个天上，我们要懂得，并不代表的是上方，它也是表法的意思。就像《华严经》里面善财五十三参善知识都是在南方哪有这个道理呢南我们住在北半球，北半球南方属火，南方是赤道是热带北方是寒带北方是水南方是火火象征光明所以它那个南方不是方位它是代表光明。凡是善知识居住的地方都叫南方方向都叫南方，凡是善知识居住的这个城市都叫佛城。为什么？有善知识，有善知识这个地方人有福所以叫佛城表法的意思因此这个地方的天上不代表上方不代表这个方位里面的这个上方不代表这个。这个是表我们最尊敬的上方我们最尊敬的上方表这个意思。这个上方是诸佛菩萨所在之处诸佛菩萨东南西北上方下方，我们在弥陀经上念到的通通都是用天上来表我们的敬意分歧冲天上祈求感应弟子虔诚依照细念法事修行的人我们对佛菩萨称弟子佛菩萨是我们的老师
是我们的善知识。四弟子之道就在前尘。印光大师讲得很好啊，一分沉静这一分感应，十分沉静你就有十分感应。李老师当年传给我，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学习才能得到真正的利益？我们跟古人比差远了，不要跟古代，就是中风过失，我们怎么能比得上人家呢？人家也是15岁，不但是有志于学，他有志于道，比学还高一层呢。事出世间法，你看到传记里面所讲的昼夜精勤，真的是经典里面所讲的勇猛精进，日夜不休息，儒释道这三家典籍他都涉及，根底多么的深厚。24岁他就开悟了。这个开悟虽不是彻悟，我们一般讲呢，小悟、大悟。怎么知道大悟呢？事出世间的典籍，他都能够融会贯通。真正开悟，高峰妙禅师给他印证，他是27岁，25岁出家了。我们没有办法跟人比呀。自己要知道惭愧，要知道奋发，中风过失为我们指出修行不得力，毛病出在哪里呢？他说得很好，但是里头最重要的，不知道生死四大了。这是许多因素里头最重要的一个，把这桩事情忽略了。
所以没有古人呢那种真诚心在学道。这就是印光大师讲的，你没有诚意呀，你怎么能有成就呢？没有诚意，不知道生死是大。再其次呢，无始劫以来的烦恼习气不肯放下，这大障碍呀！这是我常常劝勉同学。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现代人，自私自利，明文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我讲这十六个字啊，这十六个字，你要不是真的放下，中风过世说得好啊，不但要真放下了，要放得干干净净的，一丝毫都不能留。他老人家标准在此地，只要有一丝毫，你就很难有成就，彻底放下。我们这个菩提道上才能有一些进步啊，这一些呢张道的根本你不拔除，永远摒弃在佛门之外，你没进门呐！那我们自己真的要常常想想，天天反省，为什么放不下？那要是照中风禅师这个说法呢，我们换一句话说，贪生怕死。贪生，大师的意思讲呢，你生不了啊。怕死，死你不能避免的。真正肯放下呢，生死就了了。然后慢慢呢，再求通达佛法。所以这虔诚两个字非常非常重要啊，你要有诚意啊。这个时候你点在香炉里头啊，这个香燃在香炉里头啊，热在金炉房啊，勤科是很快，因云是形容香烟弥漫啊，这香烧起来之后这檀香呢，一般都是讲檀香啊，香烟弥漫，即遍满十方那么前面我讲的是奋起冲天上，天上是遍满十方所以天上是我们最尊敬的这个方十方三世诸佛菩萨天上是表这个
下面这里头举这个公案，昔日耶稣免难消灾障。耶稣陀罗是释迦牟尼佛的妃子，为什么取这个呢？解定释迦牟尼佛决定要出家，他的父王跟他讲，你要给我留一个后代，你才能出家了。啊，等你这一出家之后，我们这个家族不就断掉了吗？释迦牟尼佛当时执着他的妃子耶输陀罗，说他已经怀孕了。耶输陀罗听了这个话了，吓一跳啊！哎，他真的就怀孕了。6年，这个罗侯罗出生，所以当时很多人怀疑这个罗侯罗不是释迦牟尼佛的儿子。哪有耶输陀罗哪有6年，丈夫离开6年之后，他怎么生个小孩了？所以毁谤批评种种谣言非常难堪呐。亚述陀罗就发誓抱住这个小孩，如果这个小孩真的是释迦牟尼佛，是他的儿子，我们母子两个跳在火坑里面的时候应该不会烧死。他就这样做，果然呢，在这个大火里面，母子两个安然无事。于是大家就相信了，一切这个谣言先止息了，界定真相耶稣免难消灾障。国王他的父王也相信了，这个家族这王族外面这臣民全国看到这个情形，大家都没话说了。这罗侯罗尊者出世的一段故事，那么这是界定的感应。后面这是三称南无祥云盖菩萨摩诃萨。南无是梵语，是归命归依的意思。祥云盖是比喻这个香烟呢，在空中结成宝盖，
菩萨觉有情，摩诃萨是大菩萨，相云呢，相云表界定呢，界定觉悟一切有情众生，取这个意思啊。相云盖是不是菩萨呢？相云盖就是菩萨。只要真正能觉悟众生，众生因他而开悟，他就是菩萨。菩萨没有形象，没有一定的形象，如来也没有一定的形象，化身在有情众生，化身在无情众生，不可思议的境界。这是这一首香赞的大意，请看下面的四句偈：觉海虚空起，娑婆夜浪流。若人登彼岸，极乐有归舟。这个四句偈内容非常丰富，前面两句是说明宇宙生命的起源，这是弥了以后的现象啊。后面两句是教给我们回头是岸的方法。我们怎么样弥设了自信？觉海虚空起，觉海本来没有虚空啊，觉海就是性海，这个经论里面常讲的心性，心性呢就是觉海，所以这一点诸位也一定要明了。自性本觉，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告诉我们，他说本觉本有，不觉本无。本觉就是自信，自信就是本觉。他本来就觉，从来也不迷过。我们今天讲迷摄自信，这是随反复的话来讲的。其实自信是真心，真心怎么会迷呢？迷了哪里能叫真呢？这一段事情，中峰大师在这个系列里面写《系列法事》里面开示讲得很明白，开示的话虽然不多，讲得很清楚。
就在迷雾啊，迷雾也不是真的啊，这越说越玄了。虚空，先有虚空，然后再有世界，有世界之后，这才有众生。说有先后啊，实际上啊，升起那就是唯心所现的，现起啊。太快太快了，现代的科学家也这样说法了，他越说跟佛法越像了，一时顿现，没有先后次第啊。其实先后次第的时候呢，你没有办法讲先后次第，它的速度是用亿万分之一秒来想的，你怎么能够觉知发现它有先后次第呢？所以《大乘经》上常讲一时顿现呐，佛在《楞严会》上说这段事情。说当初出生，随处灭尽。啊，当初什么？当就在先前呐、啊，没有远近啊，没有远近就是没有空间，没有先后就是没有时间，时间空间都是凡夫的情执啊。不是事实啊！啊，那事实到底是什么呢？就是迷雾。这个地方讲觉，就是觉迷。啊，迷是迷什么呢？真的，佛经上讲的这个形容是很有味道的，一念不觉。一念不觉呢，那就是迷。那个一念的时间太短了，佛在《人王经》上讲，啊，《人王经》很多同学都念过，过去我们在台湾，台湾几乎每一年都要做人王法会，啊，为国家祈福。佛在《人王经》上讲啊，一弹指六十刹那，就是一弹指的六十分之一。啊，一刹那呢有九百生灭，那就是念呐。一个生灭叫一念呐，我们一秒钟，啊，弹得快，一秒钟弹四次吧，四乘六十再乘九百，刚刚好两个十万八千，也就是。216000次的生灭，一秒钟，一秒钟216000次的生灭，你怎么能觉察得出来？啊，一念不觉，啊，那个一念是，一秒钟的216000次的生灭。这个我在讲经的时候跟诸位说过，这是如来方便说，不是真实说，啊，就是这个方便说
你已经没有办法觉察到它的速度之快了。啊，真实说比这个还要快。比这速度还快，啊，我们就不说别的。现在知道，速度最快的是光速，电磁波，电磁波跟光差不多，1秒钟30万公里。光的速度走1公里是30万分之1秒，啊，1秒钟的30万分之1了。光走1公里，那么我们要问，光走1公尺？光走1公分，光走1公里，1万分之1秒。在这个状况之下，光就不动了。于是我们体会到啊，佛经上所说的清净寂灭相啊，八地以上啊所证得的境界。那么你想想，那个定功是多深？在他那个大定里面的时候，光没有了，光不动了，这是觉海。可是，一动呢，一动好了，麻烦来了，空间远近，时间先后，就从这个地方升起来了。这就叫世界啊，世是讲时间，界是讲空间，时空就发生了。但是你必须要晓得，这是幻象啊，《金刚经》上讲得很好，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你就真的看明白了，真的看清楚了，把事实真相啊看出来了。我们今天看的是幻象，是虚幻的一种相虚相。啊，把虚幻相虚相以为是真实。在这个里面起了妄想、分别、执着，好，这娑婆耶浪流了。这个耶浪流是什么呢？六道轮回呀。啊，看看我们现在所住的这个环境啊，娑婆世界，三途六道。是从妄想分别执着里面变现出来的境界，幻象，跟做梦一样。啊，可是你这个梦是卧梦，啊，这个卧梦啊又不醒，继续在做，很苦啊。天天在做噩梦，
啊，念念在做噩梦，无量劫来都醒不过来，越迷越深呐，越陷越苦啊。古时候的人，真的要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善根比我们深厚多了。啊，为什么呢？妄想没有现在人这么多啊。好教啊，佛菩萨应化到这个世间来，容易教啊。来一次，真的不少人回头了。现在佛菩萨到这个世间来，啊，来的多不多呢？很多很多，众生好不好度？不好度。他不能回头啊，确确实实，他不了解事实真相啊，啊，他认为他所想的，他所看的，那都是绝对正确的。啊，佛所讲的迷信呐，哪有这种道理？哪有这些事情啊？啊，他说佛迷信，他说佛不合现实。啊，恭维你几句话呢？哎，你们是理想主义，不切实际啊。这话说得好听一点，真难呐，真不容易啊。回头，没错，佛是讲了84000法门，无量法门。诸法平等，无有高下。对佛说的啊，但是现代人的根性除了净土之外，不可能有成就啊！别说修行正果，就是明了事实真相，你去研究经教啊，明了事实真相还是没用处，境界转不过来呀。啊，这是老实话了，也就是中风国师所讲的，你无始劫来的妄想、烦恼习气，你放不下。这句话是实话了。你要能放得下呢，那没问题。哪个法门，你都能成就。你放不下，就不能成就了。84000法门，无量法门，没有待业成就的。啊，只有消业成就啊。啊，你看这个大小乘经论里头常说的，见思烦恼消了，证阿罗汉果，尘沙烦恼消了，证菩萨果位，无明烦恼也消了，那你就成佛了，没待业的。那么今天你去笑笑看，这我常讲啊，
不要说见思烦恼了，见思烦恼里头的见烦恼，这个相是最粗的。佛讲三界八十八品，你要是有能力把它消掉，正虚脱还果，小乘出果啊！你试试看吧。所以，在末法时期啊，难了。释迦牟尼佛灭度第一个一千年，正法时期，他们严持戒律，用持戒的方法，能证小乘呢。四果四相啊，佛灭度之后一千年，进入相法时期，持戒不能证果了。人的根性大不如从前了。佛教化众生要改变方法，修定。相法时期禅定成就啊！相法一千年，一千年之后，众生的根性跟相法时期比，又差一大截了。换一句话说，修定不能成就了，修定不开悟啊！这是顽境。谭旭大师常说的《影城回忆录》是他的自传。我看过。我跟谭老没有缘分，没见过面。1977年，我在香港讲经，就住他的道场，九龙戒贤街中华佛教图书馆，是他老人家创办的。这个图书馆里头他有一个小房间，我那个时候讲经就住他老人家房间。我在这个图书馆讲过不少次的经，算是很有缘分的。他老人家曾经说过，末法时期参禅开悟的一个也没见过，不但没见过，听都没听说过。这个话老和尚常说，参禅得禅定的他见过，听说的就更多了。参禅得禅定，没开悟，但是这个话我们要听清楚。得禅定没有开悟，他出不了六道轮回。他将来死了到哪里去呢？得禅定的人升天呐，看他定功前身呐，定功前的。没有离开欲界，
我们知道欲界第三层夜魔以上啊，夜魔斗帅化乐他化，这四层天都要修禅定。禅定功夫前身不等啊，你生在哪一天呢？但是这个禅定的时候，说老实话都没成就。真正禅定成就了，不生欲界，生色界。四禅八定，生色界、无色界，出不了六道轮回啊。禅定一定要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再超越轮回了。谭老说，他往生的时候90多岁，他一生当中一个都没看到。你说这个事情多难啊！随末法，成就的只有净土。佛说的，佛在大集经里面讲的，末法世界净土成就。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待业往生。但是待业，古大德说的很多，待业系种子，不待现行。这句话非常非常重要。就是说，待旧业，不待新业。这个事情麻烦，我们天天在造业。所以你念佛往生，你没有把握。什么人有把握呢？不造业的人有把握了。不造业的人，他的业系种子他没有断。那怎样不造业呢？中风过失在这个法师题目上给我们说出来了，细念一心细念阿弥陀佛。我的念头里头从早到晚昼夜不断，只有一个念头，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这个念头之外，其他什么念头都没有。哎呦，这也不是一个容易事情啊！成佛哪有那么容易啊？这是最容易的了。那84000法门，要是跟这个相比，哦，这个太容易了。这个方法就是说，不管是什么念头，你要知道，通通叫妄念。无论什么念头，念头起来了之后，立刻就归到阿弥陀佛去。这是古人常说的，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念是迷呀，什么念头都是迷，都是妄想。你要转得快，不能让你的妄念相续，念头才起来，
第一个念头才起来，第二个念头阿弥陀佛，你只一发现，你的念头马上转到阿弥陀佛，细念啊，像绳子一样啊，把它系住，啊，就系在阿弥陀佛那里。你要真正能做到这一点，那恭喜你，你这一生呢，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你们想想看，谭旭法师常常讲的故事，他的老师地仙法师郭漏将的那个徒弟，不就是一心系念吗？老和尚教他这个方法，他真干。老和尚教的方法不难呢，难在持之有恒，真干。就那么样的简单，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念累了你就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念。真正做到了，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念累了没关系，好好休息去。精神养足了，起来接着就念。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什么都不想了。他念了三年多，人家站着走了。地仙法师赞叹的佩服啊，真成功了啊，赞叹他这个天下从林道场的方丈主席比不上你啊。讲经说教的这些大法师也比不上你啊。什么成功的？细念法师啊。他落实了，他做到了。所以后面这两句，若人登彼岸，极乐有归处啊。末法时期只有这个办法了，这是佛教导我们的。除这个办法之外，没有第二个办法。所以印光大师出现在世间，教我们修行人了生死出三界，他老人家教导的叫我们住小庙，同学共修的不要超过20个人，有个小小的念佛堂就行了。念佛堂里头不需要任何陈设庄严的，不需要。只要供一尊佛像阿弥陀佛，或者供西方三圣就可以了。干干净净，清身清清爽爽。为什么呢？一心系念。
看到佛菩萨太多了，分心啊。所有一切诸佛如来，通通以阿弥陀佛做代表。啊，一切菩萨摩诃萨用观世音大势至做代表。全部都念到了，啊，十方三世，一个不漏啊。心是定的，它不散乱的，精神意志集中，时间一点不浪费。彼岸是觉岸，觉迷呀。我们今天在迷这个岸这边呢。啊，诸佛菩萨在觉岸呢。我们今天要想破迷开悟，要想反迷归觉，极乐世界有办法。啊，舟是运载的工具。归舟归是回头啊！啊，极乐世界有归舟啊，这个归舟就是指这个法事。啊，你依照这个法事呢，等于说是你有归舟依靠了，稳稳当当，你坐上这个船呢。你就返望归真了，返迷归觉了，你就又回到觉海了。极乐有归舟啊，所以这个四句偈只有20个字，意义深广无尽啊，只有返望归真，破迷开觉，这是真的，这叫佛法。啊，这真正的佛法。把这个三时心念的宗旨、四句偈全部说出来了。啊，我们为什么要依这个法事来修行？这说出来了。一生不退成佛的方法。我们再看下面呢，有一段文，这段文
可以说是一个祈祷文。超度的祈祷文，开头是四句：法王礼物，悲智宏深，普遍十方，名扬弥格。法王是如来。那么在此地是指阿弥陀佛。毗卢遮那佛、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说三佛？毗卢遮那化身佛，阿弥陀佛报身佛，释迦牟尼佛呢是应身佛，化报应三身呐、一而三，三而一啊。全是自信佛，礼物，物是九法界众生，他不说利人。如果利人呢，只说人道，不包括其他的。所以他说无，无跟众生是一个意思，范围都非常广泛，众生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所以众生呢，包括我们现在讲的，包括动物，包括植物，包括矿物，包括所有一切自然现象，为什么它都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那么这个地方为什么不说法王利众生？因为它每一句是四个字，用物就行了。诸佛如来利益一切众生呢，物就是一切众生。包括了情与无情，悲智宏深呐！诸佛如来用什么利益众生呢？大悲大智啊，宏是大。悲智，我们常讲啊，深广无际，宏是广深，像大海一样，佛是用这个。有智没有悲心，没有慈悲心，不能利益众生；有慈悲心没有智慧，也不能利益众生。悲智是性德，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德能。众生迷失了自信呢，就是你把你的宏深的智慧迷了，慈悲心迷了，迷了慈悲心变成自私自利，迷了自信的智慧，我们世间人讲啊，愚痴糊涂啊。愚痴糊涂是迷了自信薄弱，自私自利是迷了自信慈悲。
佛菩萨应化在世间，帮助我们破迷开悟啊！悟什么呢？悟自性本有的般若智慧，欲知悟自性本具的大慈大悲。我们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普遍设方名扬弥格，这个名扬弥格，弥格就是没有障碍啊。设方设法界，啊，设法界，这是从全体来说的。名扬是讲我们现前处境上来讲的，啊，我们今天在阳界，我们今天想帮助的呢，这些众生呢，是在三恶道，啊，我们的家亲眷属朋友，啊，过世了。我们名扬有格，但是佛菩萨呢，名扬他没有障碍，迷是不啊，不格啊。这个法师举行呢，一定要有发起人，啊，或者是我们自己主动发起，啊，你像我们现在这个学院，我们学院是每一个星期修一次，啊，这是学院主动发起的，啊，那么在一般都是有人祈请，所以这个文里头有金蒙斋主，斋主是发起人，啊，他发起一定啊，他有事，啊，一定是为了一桩事情，那么他就有特别回向。但特别回向，诸位一定要知道，《地藏经》上讲得很清楚。修法的人，修这个法，自利呀！啊，这个功德了，七分之六啊，修法的人他自己得。这些亡灵他能得到的七分之一，啊，这个七分之一是怎么回事情呢？我们要晓得，要不是他的这个为他啊超度这个原因，我们这一般人呢不修这个法事吗？我们修这个法事真正的利益啊，这个利益是因他而来的，他得这一份利益了。如果我们修这个法事，在修学的人真的觉悟了，真
的明了生死四大、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重要，他果然在这上面觉悟了。我一定要下决心，这一生是非生西方极乐世界不可。那么被超度这个亡人的，他得的利益就很大。我们依照这个方法来修学，我们得多少利益，他在我们这个利益里头啊，只能够得到1/7。我们得的多，他得的多；我们得的少，他得的少。如果我们做这个法事，有口无心，敷衍塞责，什么都得不到。那他也什么都得不到，要懂这个道理。古时候也有超度的这些法师这是现在最普遍大家晓得的梁皇忏呐。梁皇忏是梁武帝呀。梁武帝请宝智公超度他的妃子，他妃子堕在卧道啊。宝智公是观世音菩萨化身来的，那么修这个法事，他的妃子离开卧道，升忉利天呐。比这个更早的，我们在安世高传记里面看到的，这是很早很早了，后汉的时候，佛法传到中国来没多久啊。安世高超度他的同学，洞庭湖的龙王，那是用什么超度呢？龙王把一些信徒对他的供养全部捐献出来。安世高在现在的南昌给他建一个佛庙，就用他的钱来做他的佛，建一个佛庙。这个佛庙做弘法利生的这个事业，这个功德，他立刻脱离了畜生身，升忉利天呐！真快呀，真有效啊！所以那龙王是债主，梁皇宝忏呢，梁武帝是债主，为超度他的亲属，他的这个朋友，特请山尊登座，特地礼请。山僧是谦虚，虔诚，一品教法。依据评级，中峰大师编的这个方法做30昔年佛事，这30昔年佛事这个法本
中峰禅师给我们编辑的啊，奈尔王林遭此甚缘，你们这一些亡灵啊，来超度，纵然是指定一个人，但是旁听的很多啊，没有不得利益的啊。现在时间到了。